哈喽日本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チャンチェンです。这一次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25年又再度在日本上映，非常开心这一次又可以来借由这部电影跟大家见面，希望你们也会依然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是我的出道的电影，然后对我来讲是意义非常深远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电影，也希望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影经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这位同学，请你送他回去上课好了。我交好你今年男朋友，还怕被人家看到我跟你在一起啊？那我们的 Miss 也不是买票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看，结果跑得远远的。为什么要结果？爱过啊！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相信他的话，那救人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要相信你的未来，不是你现在唯一的希望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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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我的心。要改变我，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。I love you.